一家人画的唐三，一个比一个更逗逼，弟弟画的。老爸画的。吼！啊！老妈画的。再跳是爱情如烈火。大家好，大家可以把这个变成红色的吗？爱如火，被温暖了心窝。我看见爱的火焰闪烁。Nice。姐姐画的。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，没有一丝丝改变。时间只不过是考验，正在心中信念丝毫未减。眼前这个少年还是最初的少年，面前再多艰险不退却。So never never give up like a fire。这是我画的，大家好，大家也是斗罗粉吗？大家更喜欢里面的哪一位人物吗？可以把他们的名字打在评论区，让我把他们都画出来好吗？最后大家更喜欢我们谁画的呢？